疯传这款印有花莲县长徐正伟和丈夫国民党立委傅昆萁合照的托特包，翻到背面，真爱花莲用的是徐正伟的真，从包型到花纹，让人联想到这款名牌包。山寨版的，当然不会要，那丢到垃圾桶都是。超级 Dior 的脸，因为它整体的手法跟它的包型都非常像啊。他不会用，有印他们的照片，我觉得有点不实用，这样感觉好像在替他们宣传。就是 Dior 啊，不会使用，也很丑。花莲网友盖起留言串评论，简直是无所不在的富士夫妻。花莲竟然有这么霹雳的产品，你各位可以拎着花莲迪奥托特在花莲香榭大道散步，去东大门吃晚餐。还有人贴上青鸟行动藐视国会贴纸，不过到底这包从何而来？网友议论纷纷，里长发的吗？也有人说参加花莲活动就会送，难道来自纳税人的钱？经确认，这个包包它不是由我们花莲县政府制作。澄清，这款仿名牌托特包不是出自花莲县府官方。而这张照片曾经出现在傅昆萁选立委的环保袋上。网友加码翻出花莲县府出品的其他周边，像是爱心乘车卡、三节致赠的白米、国小国中作业簿、联络簿，都能看到他们夫妻俩身影。之前傅昆萁当县长，还有傅昆萁进献板金纸，被疑惑烧了功德，不知道会回向给谁。他就超爱做这种造神的运动，所到之处只要他的出现一定有他的音乐，就是类北韩嘛，称之为他们金正恩为统帅嘛，那所以我们花莲县民就称之为傅昆萁为花莲王，尊重大家不同的意见。那可能想要表达这个县市首长的那个关心啊，对啊。县长夫妻常伴左右的用品，花莲县民很熟悉。现在富士夫妻牌托特包让大家大开眼界。三十女院黄春博和长花莲怎么的？